违规。阿姨到那边了，过去呀。人家没证件，要不到，刚刚上去了哈。哎，那个真的很好，对，过去了，很可惜。他的衣服是什么？是吧？小黑小杰啊，
封起来啦。所以是豆皮。什么皮啊？豆皮。豆皮豆皮啦。好啦好啦，阿伯，再乖乖买啊。坐着。